一元一杯最长粉耗子，看看这个有多长，2米多长的大粉耗子，看，尝一下，这个老粗了，排骨，来开个小猪皮冻啊，哏啾的，老铁们，富贵虾炸好了，祝咱家老铁红红火火，吃一个啊，有点烫。有谁和我一样重口味的，记得双击一下屏幕让我看到你啊，生呛了。前往最大的狮子头，老铁们，3斤重，会有3个双击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放凉去了。烤的这个小鸡儿，这个黄可硬了，硬邦邦，可好吃啊！大补，猪皮卷，软和。马上准备开锅，好多沫。只要两个双击啊，一个是，是老板的双击啊，一个是双击的，将来一定是老板啊。双击双击啊，一定是老板。特别香，牛尾巴，牛蹄筋儿，上外边吃，因为我们要在外边吃那个烧烤。造就完了，吃吧。那边大姐看我的。咱家麻辣大鱿鱼，每罐里2条啊，每天鲜活制作，漏它就完了。对的，焦黑焦黑的大肠头，最近买的，摘了一上午，结果弄成这样了。这边颜色还可以，尝一下吧。这边还可以。好不容易摘了一上午了。给范范点个双击吧，老铁们，点点双击吧。对自己真的是无语了。拉丝还挺好的。